了一千里。你三位听讲拢有心肝来，感觉真无好个代志。哦，要来求忏悔。今天你要来忏悔哦。忏悔，咱现场超越有一个真高盖个人，叫做许孝顺。我心内呢有一支笑，嘿嘿，这个笑呢是咱牛咱世间所有好朋友呢，你的堂弟。你你的堂弟你也知哦？这边咱牛，这上一百五尔，超过啊，超过一点点嘛。轮流啦，轮流，一个来。你心肝要忏悔什么代志，顺便给你解决。来，许志豪，请。因为我刚刚吼是安尼，因为听起来嘛好温，啊听起来嘛艰苦吼，就是这十年嘛，大家知影我换头路嘛吼，我咧主持节目嘛。啊，其实哦，我知，这句我知，你知哦。一年换你四个头家。无啦，无遐济啦。啊，主持了，其实有真济朋友伊讲吼，志豪，其实我较早吼，你咧参加选秀比赛时阵，我都有看你啊。嘿，你唱歌比赛出道的嘛？知影我唱歌比赛出道的人拍破我一下，我看咩啊？对嘛？还好。我想讲咱满岛人真有同情心。我啦。那这有什么问题？无，阿英就讲我啊，至少你嘛，你主持十年，你有十年的时间无发唱片呀。所以特刚搞我写，特刚搞我写哦，写讯息来搞我讲，如雪片般飞来啦。大家拢讲哦，你无出唱片。好笑。当时多谢。我是小豪，我不是好小嘞。天哪！啊，所以我刚刚我要求忏悔，我要求忏悔就是讲哦，我要向遐爱听我唱歌的好朋友讲一声拍谢。虽然我今麦咧主持节目，唔过哦，我嘛是做爱唱歌的，希望恁给我一个机会，安尼好唔好？你的重点讲到，伊就是讲伊要对不起大家，就是伊是安怎主持的无法唱片啊，对不起你广大的歌迷。这边哪改？边哪改？你。口气拿提来，我闻了那盖。其实就是讲吼，给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影响了他生命中中很多的取舍。对哟，啊，因为伊的命格，不是普通人的命格。哎呦，所以我想清洗一下这个王爷。啊呐，好。哦，王爷，我收到，收到，工作，工作久哦，工作聚会啊，对哦，王爷讲叫你回去，你面对这些观众，是面对超越的收视群众，是，你好啊，唱一首改变你敢那无啥，甲过去无啥感官的歌，好，我来跟一条，好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谢谢。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，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还冻结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，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才被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
说你嫁到了一片里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。这样子的掌声，这样子的热烈的回应，相信你的忏悔得到了允诺了。许志豪，重算。谢谢